大公驾路主团，欢迎建车百年百年大客来扎人安车，一条社长大总理，一年路主副路主一同，莅临。掌声鼓励，欢迎咱的社长吼，咱的陈秀明陈社长，以及咱的大总理吼，我们刘大总理，咱的第二路主吼，咱的李彦青，咱的李当署长，以及我们李安董事长吼，欢迎欢迎欢迎。那大溪古镇的大公接路主，由着干红部当署长，亲身来恭迎着咱来扎林安车，今年嘛是咱来扎林安车创下百周年庆，那么特别盛大来举行举行着咱的社庆耀庆大典，嘛邀请着咱全省各地所有站定单位，莅临着咱的普济堂大公正路主团前来参礼指导，代表着咱政府纪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嘛是咱大溪普济堂大公正路主。甘宏武先生，以及咱所有张平委员会全体技术委员，向各位致上欢迎之意，也恭贺着咱仁安社百周年庆，荣耀来扎，百年传承，万万顺承。代表咱接龙组团，向各位致上欢迎之意。圆满成功，掌声鼓励。在座代表咱大溪普济堂大公正路主团，咱的甘宏武董事长，
今日咱所有政府总团上面委员，恭祝咱大家来查连安社创社百周年庆，圆满成功，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